1940年，我国抗日战争已经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时，一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更加紧制造摩擦，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阻挠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并企图消灭这些坚决抗日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军队，依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方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东晋序曲就是反映这个斗争的故事。看样子敌人想趁我们立脚未稳的机会吃掉我们。从何为的情况看来，敌人的胃口还是不小。报告司令员，桥头的鬼子出来了。好，你先去休息吧。是，这倒给我们造成个有利的机会。司令员，你的意思是打桥头？对。报告司令员，黄主任回来了。回来啊，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你好。这几天敌人扫荡，我们还担心你们回不来呢。哎，听到这个消息啊，我们连夜就往回赶。谈谈江南情况吧。国民党顽固派冷心的部队已经向江南指挥部发起了进攻，企图配合日寇和汉奸汪精卫把我们的主力消灭长江以南。投降的危机越来越严重了。是啊，为了粉碎敌人的反共投降阴谋，指挥部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决定继续贯彻渡江北上、东进抗日、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根据可靠的消息，苏北的顽固派韩德勤正在策动江州的地方势力派刘十一和刘大麻子来阻拦我军渡江北上。情况越来越复杂了。你来看，看样子我们只有把桥头镇从鬼子手里夺回来，这样可以作为我们江南主力渡江的跳板。对，指挥部也是这个意图。嗯，根据目前复杂的情况，指挥部指示我们要彻底揭露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对江州二流要加强工作，争取他们保持中立，还要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对。报告司令员，江州特委送来一封信。你看，蒋介石和汉奸汪精卫的人对江州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了。辛苦了，就位就位就位。您下面，我等一下给你送来。这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转来蒋委员长的带电，委任二位为苏鲁皖剿共
正副总指挥。蒋委员长，鉴于共军势力发展日趋扩大，十分忧虑，因之决心趁日本人分兵南洋群岛之际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现在皖东、皖南、俄中、俄东以及淮北方面的反共军事部署都已大体就绪，至于苏南方面，冷兴总指挥也向新四军军部开刀了。至于苏北这沿江地区，向属苏皖的管辖，因此呢，蒋委员长有意请二位与江苏省韩德勤主席捐弃前嫌，携手反共。蒋参议，这是一件好事情啊，但是操之过急，恐怕反共灭共，这是蒋委员长的意志，也是党务大计，可不容缓呐。何况江南西四军的主力就要过江，或在眉睫，岂能不急呢？蒋参议的话嘛，也是一种说法。李坤，你看这个难道说二位害怕斗不过孟渠那点人？没关系嘛，韩德勤主席已经命令保三旅的张新炳司令配合你们行动了。蒋参议，这件事情委实来得突然呐。那也好，兄弟暂且告辞，二位呢可以斟酌一下。嗯，既然是蒋介石的意思，那就是说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大势所趋啊，只好如此了。难呐。如果我们把牌压在韩德勤这一门上，赢则固然是好，输了的话就不堪设想了。那共产党当然要放了，不过对韩德勤这些排斥异己的中央势力，我们也不能不放的。我看我们还是抱定了宗旨，从夹缝中求生存。你是说以不削弱我们的实力地盘为准则呀？那好吧，就这么办吧。好，不过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小心，千万不可轻敌呀。目前这副担子你先出面把它挑起来，明天一早我离开江州。这留个余地以防万一。副总指挥，谁呀？我段泽民呐。
进来。什么事啊？新四军攻打桥头了。嗯？周明哲打电话来说，他和林副司令去配合新四军攻打桥头去了。什么？周明哲也太随便了。哼！把他给我撤回来。是。大哥，新四军已经攻进桥头了，我们行动吧。准备出击。报告。撤回，大哥，这军令如山呢，有什么办法呢？撤。不易，事出无奈，容日后当面解释。周明哲，江州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了。司令员，司令员，这怎么搞的？周明哲怎么撤了？以后你就会明白。那，你现在调一个连到桥头东面，不要让鬼子跑了。命令部队停止。你们是干什么的？兄弟，我是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第四纵队司令何占奎。刘副总指挥命令你们马上停止追击。为什么？这桥头在我们管辖之内，不许你们自由行动。笑话！请你转告刘副总指挥，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在哪里打。
谁也不能阻挡。那好啊，那你去找蒋委员长告状去吧。妈的，这叫什么抗日？明明是给日本鬼子合穿一条裤子。东风，好，怎么样？打了他四万了。发财，碰。呵，这个财让你发了。怎么样，老九，还是魂一色了。副总指挥真是财运亨通，连做了三庄了啊。副总指挥真不愧是常胜将军啊。什么常胜将军呢？他在牌桌上是常胜将军，在桥头可当了人家新四军手下的败将了。哪里？哎，话不能这样讲啊！刘副总指挥在桥头不会认输的啊。对。段处长，明天派人到桥头去，把桥头从新四军手里给我接管过来。是了，走。是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副管理广文，奉刘副总指挥的命令来接管桥头。你打算从谁的手里接管桥头啊？从你们手里。从我们手里。那日本鬼子占领桥头的时候你们到哪儿去了？桥头是我们苏鲁皖的地盘，桥头是中国人民的，不是谁家的私产。那我管不着，我只知道执行上级的命令。弟兄们跟我冲冲。站住。二排长有发展的情况向首长汇报。是。主任呢，你说的全是我们心里的话呀。那些个国民党啊，可真是瓜民党啊，他们拿着枪不打日本鬼子，光欺负老百姓，咱们可不能让他们再回来了。对对。报告黄主任，刘大麻子派人来接管桥头了。什么？哪打枪啊？一定是他们开枪了。走。娘的，他们开枪了。我是来接管桥头的，你们有什么权利缴我的枪？你有什么权利来接管桥头？又有什么权利来开枪打人呢？这是我们刘副总指挥的意思。什么？你们刘副总指挥？滚他的蛋吧！过去他在桥头欺负我们，欺负的还不够啊，
娶姨太太，讨小老婆，过生日，埋死人，他搜刮我们多少钱呢？可日本鬼子一来，连个屁也没放就跑了。哦，如今新四军解放了桥头，他还想回来欺负我们呢，别做大梦了。走，你去告诉刘大麻子，要新四军撤出桥头，我们不答应。我们来，听见了没有？群众不答应，请你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这次可以原谅，但是下不为例。是。哦，听口音你大概是东北人吧？是。那条标语你看到了没有？有一天我们要解放东北，你高兴不高兴啊？那还用说？是啊。可是今天我们解放桥头，你为什么就不乐意呢？希望你能够做个正直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民族多做些有益的事情。是。你回去以后对刘副总指挥说，希望他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到底。是，我一定转达。好，送李副官。请。目前我们在苏北能不能坚持团结抗战，其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斗垮反共投降势力，能不能争取江州二刘中立。江州二刘是苏北的地方实力派，尽管他们已经被蒋介石韩德勤所利用了，但是他们和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排斥异己政策还是有矛盾的。另外，江州二流内部也有左中右之分，像周明哲那种不愿意反共打内战的人还是有的。只要我们工作做到家，江州二流是可能争取的。万一江州二流蛮不讲理呢？完全可能。江州二流拥有40,000多人马，目前由于蒋介石韩德勤做后盾，当然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做好打的准备。对，如果江州二流胆敢发动进攻的话，我们就在自卫的原则上坚决给予回击，而且要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争取二流就没有保证。总而言之，我们派人去谈也好，准备打也好，其目的都在于争取二流中立，团结二流抗日。请党委考虑，是不是让我到江州去？情况很复杂，要多加小心呐。到了江州以后，要首先找周明哲谈一谈。好吧，先回去吧。小刘啊，可要多长个心眼啊。是。祝你们一切顺利。好，再见。大哥。
大哥。关于桥头撤出战斗的事，将来会闹清楚的。这苏鲁皖谁抗日谁不抗日，孟司令还没个数。只是眼下桥头要是真的打响了，对今后的影响可不小啊。我是再三地向总指挥提出过，可是桥头事件的决策人是他的顶头上司韩德勤，苏鲁皖的实际权柄又操在刘大麻子的手里，所以他只好顺从韩德勤的邀请，暂时离开江州。与其说是刘大麻子韩德勤把他逼走的，倒不如说是总指挥自己安排好了，故意避开，更恰当一些。这是什么意思？很明显，仗打好了，有总指挥一份功劳，万一战局不利，他再出来做个和事佬，不也是一条后路吗？我看未必如此。当然，桥头事件的决策人绝不仅仅是刘大麻子韩德勤之流。难道是蒋介石？否则，韩德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背后有更大的阴谋。什么阴谋？最近，除了重庆、新华以外，江州不也在大谈起战则亡和则存的谬论吗？这我是坚决反对的。主和实际上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太笼统了，太笼统了。我始终认为国民党在坚持抗战这一方面是无可非议的。林老弟，你是受共产党的影响太深了。我看你是受国民党的影响太深了。你女孩子家懂什么？那汪精卫的代表到江州来是什么意思？谁说的？街上的人谁不知道？好了好了，话就说到这儿为止了。不过小妹，还有你林老弟，尽管我不懂政治，可我到底比你们多混了两年，所以我还是要教训你们几句。不应当参加的活动要少参加，不应当看的书要少看，不应当听的话要少听，特别是不要轻易受那些危险思想的影响。今天的为人首要的是要谨慎稳重，否则不但你们受害不浅，就是连我也要跟着你们受些连累。刘副总指挥请司令、副司令和明珠小姐前去赴宴。你说我心了不痛快，不想出席。今天我们能够捐弃前嫌，携手反共，这是一件大事。我建议，为预祝刘副总指挥攻打桥头的胜利，再干一杯。嗯，我赞成。老九，陪众兄弟干了这杯。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来来来，请干杯。啊。来来来来来。报告。副总指挥，周司令说他身体不舒服，不能来赴宴，随他去吧。是。周明哲不来，还是借故推脱吧。对，有道理。上次从桥头把他调回来的时候，他可是毫不满意哟。他是个老航母出身，生来脾气就是这样，他不来就算了。这个人放在江州终归是个麻烦，我看倒不如就把他调去打桥头镇，让他跟新四军闹翻了算了。没有、啊、你别看老九是个女牛啊，嗯嗯，可这肚子里还真藏了不少的货呢。所以说我
我对老九是有言必听，有计必从啊。王主任，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跑到这个是非之地来？江州的天气不好，难道你们一点也不知道？天气我倒不关心，请问周司令，这里人气怎么样啊？一言难尽呐、啊、请。棘手啊，很棘手啊。韩德勤是三令五申，一再催促行动，刘大麻子也是磨刀擦枪，跃跃欲试，目前兵力部署，人马调动，大体就绪，这正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据我看是很难挽回了。这一次我带了孟司令的电文来，目的就在于呼吁团结，挽回危局。孟司令眼光远大，不愧为大将风度。只是刘大麻子抓住了桥头不放，怕是非打不可了。黄老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周大哥，你准备怎么样？在这出群英会里，你打算去周瑜呢，还是鲁肃啊？啊！我虽是个行伍出身，但我毕竟是个中国人，内战我是绝技不打的，这点你可以放心。我周明哲绝不向新四军开一枪。周司令这种爱国正义的态度，我非常钦佩。何老五，你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周大哥，新四军占领了咱们桥头，又派人到咱们江州来宣传赤化，只要造反了，弟兄们，干什么？没你事儿。姓黄的，放漂亮点，把枪交出来，要不然可别怪我贺老五的枪不人。枪倒是有两支，可是我们共产党向来没有交枪的习惯。哼，给我绑起来！男人，快走！快走！走！你要缴枪，我就先缴个样给你看看。你们手里的家伙都是吃素的。哎，怎么样？枪了！怎么样？怎么样？未免欺人太甚了。我是奉总指挥的命令在这接待客人的，你带着这么多人打进我家里来，骂我的客人，缴我朋友的枪，你是奉了谁的命令？周司令，算了吧，不要为了我伤了你们老弟兄的和气。何司令，我是来谈判的，问题可以协商解决，不要动刀动枪的，伤了彼此的感情。至于要闹摩擦搞分裂，那就更不应该了。是是是，小弟愚蠢，冒犯了黄主任。周司令，请贺司令先回去吧。看你白在江湖上混了这几年了，今天要不看在黄主任的份上，我饶不过你。送贺司令。
司令，我得马上到刘副总指挥那里去。嗨，你此去必然是凶多吉少，我看我马上派人送你回桥头去，准备打吧。怕危险，我们就不革命了。你们这些共产党啊，都是这股子牛劲儿。好，既然你执意要去，那我和林副司令陪你一同去。好。南京汪精卫的代表也到了江北。见。大哥，黄警官来了，说要找你谈判呢。跟他谈什么？扣起来得。我看，干脆干掉他。慢着。副总指挥，新四军主力在江南被冷心团团围住了，马上就要全军覆没，他顾不上桥头了。冷心怕未必是新四军的对手，先不忙动他。好，黄主任，刘副总指挥。好，黄主任，段处长，请。请。到。黄主任。你好。你好。这里没什么外人，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新四军挺进纵队的黄主任。黄主任，久仰久仰，兄弟蒋公任，江苏省的。参议，蒋参议，其他都是熟人，请随便坐，请。这是孟司令向贵部呼吁团结的电文，请副总指挥过目。贵军有何高见？我们听说贵军要进攻桥头，很是关心，希望双方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只要彼此都从团结抗日出发，一切问题都是好解决的。我对贵军素来都是敬重的，不过桥头在我的管辖之内，你们不能够自作主张。可是蒋委员长在庐山讲话中谈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可见是不问什么地方，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可以打。这些话我想刘副总指挥一定会记得。那好啊，现在鬼子打完了，贵军可以撤出桥头镇了。我军不久即将深入敌后，东进抗日，目前在桥头只是暂作休整。不行啊，你们共产党一向是口是心非，背信弃义呀。段处长有何事实根据啊？据下面报告，你们断我交通，劫我物资，占我房地，宣传赤化，反对政府，制造摩擦呀。可惜事实完全相反。哦，把第三战区发给贵军的武器弹药，沿途护送到贵军阵地的是我们，把缴获日寇的枪支马匹送给贵军的也是我们，这一点刘副总指挥完全可以作证。目前你们侵占桥头，这又作何解释？
日寇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我军为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毅然攻打桥头，这怎么能叫侵占？可是当我军在追击日寇的时候，贵军贺司令从中阻拦，放走了日寇，反而调转枪口来打我们。请问石司令，这又作何解释啊？苏北摩擦不断发生，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新四军在苏北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始终不与人所共知，这没有什么值得可责难的。可是贵军最近在桥头阻拦我军追击日寇，又派部队去接管桥头，打伤了我们王营长，刚才在周司令家里又要缴我的枪，我们却是以团结抗战为重，一忍再让，这些事实难道能够说是我们在制造摩擦？恰恰相反，制造摩擦的是那些挑唆贵军进行反共打内战的人。黄主任，兄弟有不同的看法。兄弟之间，共产党的责任大而至于全国，小而至于苏北，这是推卸不了的。不见得，以全国讲，我们共产党抛开了十年内战的夙愿，正确解决了西安事变，提出国共合作，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击了侵华日寇四分之一以上的兵力。对，这正是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有方。既然如此，为什么国民党顽固派拥兵几百万，却把大半个中国丢给了日寇不去收复，反而集中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封锁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到处参杀爱国志士和共产党员呢？这些事实全国人民是有耳皆闻，有目共睹。无稽之谈，这是你们的宣传。历史是任何人篡改不了的。再以苏北来讲，倒是韩德勤放着鬼子不打，专把共产党当作一己来限制，又把非嫡系的友军当作一己来排斥。这一点刘副总指挥身临其境，恐怕是不无感触吧。这都是旧事了，不提吧。不要提。黄主任对韩主席如此重赏，想必一定是也有所用心的。共产党光明磊落，言之有据。现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应该团结抗战，一致对外。今天再一次提出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也无非是希望韩德勤能够放弃损人利己的政策而已。真是有趣的很。关于共产党是否一党的问题，黄主任为何闭口不谈呢？当然要谈。共产党为国为民，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绝非一党。那究竟谁是一党呢？啊？是啊，只有那些倒蒋反共、亲日的汉奸汪精卫，才是真正应该受到限制的一党。假若你们不是一党，就应该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据地，全国统一于一个国民政府之下。哦。真是笑话。边区和根据地乃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那里既没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没有结党营私之徒、萎靡不振之气，更没有靠吃摩擦饭和发国难财的。这样模范的地方为什么要取消呢？你们搞共产主义就是违法。即使搞共产主义有何违法之处呢？你们共产党既然承认三民主义，可是又不肯放弃共产主义，这岂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民主义？然而中山先生不这样认为，他说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我们欢迎的是中山先生所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唤起民众的真三民主义，而绝不是
反苏反共压迫工农摧残民众的假三民主义，可见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民主义的并不是我们共产党，而是那些顽固派。我相信蒋先生自然不会和那些顽固派同样见解哟、哦。这当然当然当然，这一点我倒有个不同的看法。这是什么人？这是我旧日同学，多年不见，特地来叙旧的。副总指挥，黄主任是来跟咱们商谈苏北抗日大事的。陌生人随便插话，不太合适吧？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不懂得什么政治。不过黄主任，我听人家都这样说呀，说你们共产党勾结苏俄，企图变中国为苏俄的殖民地呀。啊，在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居然还能听到汉奸汪精卫说烂了的一套谣言，真是令人奇怪。我请你不要捕风捉影，中国呀毕竟只有一个汪精卫，而公开的只有一个，暗藏的到处都有。副总指挥，我抗议。你没资格，你只有听候人民的判决。这简直羞耻礼吗？啊，这简直羞耻礼。副总指挥，我希望我们的谈判够了。你说什么时候撤出桥头镇？这一点我们可以协商。没什么好协商的，我要你马上写信给孟喜渔，限他3天要出桥头镇。副总指挥，我是来谈判的。讲道理我大老粗讲不过的，当兵打仗的本事在这儿，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天兵天将也不过只1000人呢，我苏鲁皖4万多人就是斗不着，也要撑破你们肚皮。姓黄的，把枪交来。你算哪路的英雄好汉呢？有本事跟日本鬼子逞强去，那才叫威风呢。副总指挥，这场调衅内战的责任难道真愿意落到你的身上？调戏内战就调戏内战，还怕你不成？你懂个屁，还不够本事家。还站着干什么？滚！他妈的，黄主任，贺司令今个多喝了几杯，您可千万别见怪呀。我今天所以到江州来，绝不是守不住桥头，而是向你们表达我们内求团结外求抗战的诚意。假如刘副总指挥一定要诉之武力，我也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即使你们打赢，也未必就能够逃脱蒋介石和韩德勤对你们的吞并与排斥。打输了，后果就更难设想，倒不如团结一致共同抗战，为国家民族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刘副总指挥是个聪明人，内中的利害得失还望仔细地考虑。汪主任的话值得我们深思。朱司令说得对，黄主任远道而来，该休息了。关于桥头的事，改天再跟黄主任从长计议吧。那好吧。李副官，有，替我送黄主任去休息。是。
我等候刘副总指挥的决策。请。任务还没完成呢，主任，你在这儿，他们随时会陷害你。目前还不至于，没关系，只要同志们在桥头这一仗打得好，他们不敢把咱们怎么样。他们要打桥头了，估计桥头这一仗是免不掉了。主任，那你还待在这干嘛呀？我就是拼了牺牲要把你送出去。小牛啊，现在不能走，我们要留下来坚持斗争。主公，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你兄弟之间只有武力解决。指挥，千万不可听信谗言呐、啊！要从我们苏鲁皖的前途着想才是。副总指挥，桥头究竟何时动手啊？看看吧，等他们撤出桥头，岂不是更有把握？何必非要打硬仗不可吗？要打就应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立即行动才能取胜。对。哎，从从容容又何尝不能取胜吗？用兵贵在神速，这是古来名言。万一我们的宝三旅先进的桥头镇将来在韩主席面前，我就不好替你说话了，望副总座三思。段处长。副总指挥，你去找姓黄的谈谈，看看他有没有诚意。是。你们囚禁友军代表一再威逼我们撤出桥头，难道这是你们的诚意吗？说良心话呀，兄弟，我是欢迎贵军常驻桥头的。当然，假使桥头不在刘大麻子的管辖之内的话，那就好办多了。啊，段处长居然有如此好心，真是难能可贵呀。兄弟是从爱护贵军出发呀。你想，刘大麻子到底是人多势众，又有憨的亲作靠山。你们在苏北毕竟是势单力薄啊。当然，兄弟，我是衷心希望贵军的主力能够突破重围，渡过长江，以壮苏北的抗日声势。但是要想通过日寇在长江的封锁，
究竟不是太容易的。嗯，有些人就想趁此机会勾结敌伪，制造内战来消灭我们。哼，事情难办也就在这儿。不过要是真正打起来的话，贵军很难逃脱全军覆没的危险。如果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遭到破坏，那么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将由你们负责。什么？哼，太不识抬举了。副总指挥应当下决心了。报告。心话急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打败了冷兴之后，现在人马集结江边，企图渡江。韩主席命令务必与新四军主力过江之前拿下桥头。这个李克文副总指挥应当当机立断，即刻动手。万一江南新四军过江怎么办？我担心的倒是万一扬州的日本人等不及了亲自动手，到那个时候恐怕咱们的江州……副总指挥，韩主席既然决心已定，如果贵军再迟迟不动的话，我们保安旅就单独行动。那好吧，我可以立刻采取行动。孙立民，明天到桥头去把虚实情况弄清。是。石柱柱、贺龙武，明天回部准备后天拂晓动手。是。张秘书，你马上去部署，全程戒严，一点消息都不准走漏。怎么样，蒋光？不过咱们光棍对光棍，把话先说在前头，到时候谁要给我小鞋穿，可别怪我刘玉坤翻脸不认人。一言为定。声响四方，好，好，真是一派光明的抗日景象啊！贵军在短短的两天之内就把民众组织、宣传工作搞得这样好，孟司令，兄弟我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啊！就这样，还有人要取消我们抗日根据地了。这样动人的歌声，桥头这个地方真是啊！四周再有些工事的话，抗战的气氛就更浓了。段处长对于我们没有工事表示遗憾呢。我们是以团结抗日为重，可是有些人对于鬼子不加防范，反而把枪口对准我们。孟司令，兄弟还是老话一句啊，小小的桥头你们就让着吧，这也是照顾民族利益呀。民族利益绝不是压迫友军的借口。不，兄弟我不过是希望能够避免这场无谓的冲突。那好吧，请段处长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我们也是老话一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明白，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好，兄弟这次告辞了。请。再见。老王，端出
公事。哎，蒙其鱼还他妈蒙在鼓里头了。对，按原计划进行。你跑步去告诉熊连长，敌人正在睡觉，命令他们马上发起攻击。是。交给刘副总。好，我这就去。哪个混账王八蛋说桥头没公事？哎，我明明看见。够了，我就不相信桥头的公事就他妈那么坚固。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桥头有无公事，而是江苏省保三旅根本按兵不动。他妈，咱们拼老命动老本，他们倒隔岸观火，惹火了老子他妈、啊、王主任交来一封信。刘副总指挥，桥头战端实出意外，仍望能以团结抗战为重，就此悬崖勒马，再三相告，有望深思。哼，扯他妈的蛋。对，难道咱们苏鲁皖40,000多人居然就这样输给了孟其宇了？孟其宇有什么了不起啊，老子一不做二不休。石中柱，哟，郑正，还有你，明天全部给我出动，天黑以前要再拿不下桥头就别来见我。保三旅怎么办？没有保三旅，我照样消灭孟其宇。郑明哲，你到桥头北面接管保三旅的防地。是。这是贺老五，这是石中柱，今天又把周明哲调上来，估计明天会有一场恶战。嗯，刘大麻子是想要跟我们硬拼的。嗯，参谋长，如果有一支部队突然出现在敌人后方，那他会怎么样呢？
好。敌人以为我们会固守桥头，我们就利用敌人判断上的错误，派一支部队插到他后边去，打得个措手不及。我看可以下决心了。报告，进来。司令员，有什么任务？你来看，这是张兴炳、贺老五、石中柱，我们呢？给我两个连，怎么样？两个营，全部轻装，马上出发。一定要在明天拂晓5点钟打响。是。突击部队有消息吗？没有。打电话问问北面情况怎么样？是。营长，一号电话。王一号，我是王永旺。在我们对面周明哲的部队没有动静啊！司令员，把我们调到南边去吧，战士们急得手都发痒了。我看是你自己手发痒了吧。先不要着急，你们留一个排监视敌人动静，其余的轻装待命，到时候有好仗给你们打。司令员，东南角被敌人突破了，你去组织一下，坚决把敌人返回去。是。啊，知道了，你们坚决把敌人顶住。接指挥部。是。来，指挥部。是。喂，服从指挥吧。是啊，我们离孟庆余的指挥所只有几百米了。好，答得好，马上命令周明哲让他对桥头发起猛攻。是。石中柱，你再给我加把劲儿，桥头就又是我的了。对。司令员，江南指挥部的电报。马上向指挥部汇报，我们挺进纵队全体之战员，有信心有决心固守桥头镇，以待江南部队在适当时机过江。孟庆余。是。跟邓团长还没联络上吗？还没有。继续联络。是。弟兄们，抓住孟庆余有赏啊。报告。司令。什么事情？副总指挥命令马上撤回江州。什么？新四军插入我们后路了。
王勇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邓团长已经在敌人后方打响了。哎，你们看见了吧，石中柱要溜了，你们从侧面上去给他一下子，要猛要吹冲锋号。是，要猛要吹冲锋号。少爷跟来，出击。让你跑，走！好啊，孟庆余，老子要不钻进你的空心肚皮，就算他妈小娘养的！报告，周司令那边还没有行动。什么？周明哲，你为什么不动？部队不愿意打，那就枪毙他们。枪毙，把他们惹烦了，咱们一块儿完蛋。那我就枪毙你。副总长，周明哲在战场上按兵不动，情同通敌，必须严办才是。要不是我眼下急需要用人，我早就……副总指挥，是怕江苏省占了您的地盘是不是？哎，其实我们自建的事情总归好办。目前是八路军逼近严复，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已经开始过江。你好好算算这笔账，是考虑苏鲁丸的地盘实力要紧呢，还是反共要紧？这个我还要考虑考虑。把张金炳调上来，将来官司由我跟韩主席去打。那好吧，段处长，你马上到前面亲自督战，再给张兴炳写个信，让周明哲好好跟张兴炳开个会研究一下。两天之内再要拿不下桥头，老子就枪毙了。和张兴炳一起开会，这倒有文章可做。怎么做法？周明哲的那些亲信自然是都来开会的喽。哦，你的意思是利用开会的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当功高，事情成功之后，我一定在韩主席面前暴践老朽一番。兄弟是遵照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意志，反共高于一切。你在信上写清楚，告诉张新炳司令，叫他立刻采取行动。兄弟先行一步啊。这么早就听电？李副官有，把这封信送走。
终归是下毒手。周明哲无非是想抗战，不愿反共而已。可是这些顽固派却要千方百计地陷害他。现在周司令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尽快地想办法来告诉他。黄主任要是相信我姓李的还是个正直的中国人的话，请把这件事交给我吧。完全相信你。前沿去了，你看，地当于剑，胸可借与周共军卒之手，秦周灵二并其部，这是想用开会的名义把我们一网打尽。商量一下吧。好，不过时间非常紧，需要先跟孟司令取得联系。你当面交给孟司令。我？对。千万不能叫刘大麻子的人碰到。今天太不像话了，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去跟新四军联系，你说你这样做对不对？抛开我是你的司令官不谈，你应当把我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可是你大哥，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迟了，你们已经闯下大祸了。段泽民已经把信抢走了。我已经派人去了。大哥，请问你的岗哨有什么权利不让我出去？大家都平心静气一些。目前唯一的办法，立刻地府为首的叛变分子向副总指挥面呈一切。我请段处长暂时不要向副总做报告，免得把事情搞大搞僵了，反倒不好收拾。这都怨我周明哲平时管束不严，当然
日后我要对他们严加训斥。大哥，你这番好心未必会有好报。这什么意思？有人串通张兴炳，企图借开会为名缴我们义纵队的枪，把我们一网打尽。你指的是谁？就是你。胡说！这就是证据。坚决死守。玉坤，怎么了？完了，短短的几天功夫，石仲柱被俘，段泽民寻难，钟明哲跟林毅叛变。刚才贺老五来电话说新四军已经打到九里沟。玉坤，实在支持不住，我看就把队伍拉到南京去算了。这种时候投靠日本人有什么意思？那你说怎么办呢？我已经给总指挥打了电报去了，让他今天无论如何赶回来，还是先听听他的意见再说吧。喂，是我。什么？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这个消息要严加封锁，不准让弟兄们知道。马上把城门给我关起来，对，马上，迟了我就枪毙你们。大哥，哎呀，大哥，罢了，行动主力到曹操了，我已经知道了，可我都有枪卡了，他妈的那些当兵的已经从新军主力到桥头，他掉头就跑，堵都堵不住。你们现在退到哪儿啊？好容易连命墙不得堵住了。哎，大哥，你快下命令打开城门，让把队伍拉进城里来吧，要不全完蛋了。混蛋！你们退进城来，让我再退到哪儿去啊？我命令，马上把连命墙给我夺回来。哎，哎，大哥，我那队伍可实在不顶用了。妈了个逼，老子枪毙你！哎，大哥，哎，大哥，哎，大哥，你们二位来的正好，快帮助玉坤出点主意吧。哎呀，事到如今，我看除非是放弃江州，别无办法。什么？不行，没有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命令，绝不允许放弃江州。哼，如果你蒋公真有诚意，我请你马上电请韩主席，助我一臂之力，那我绝不放弃江州。只怕远水解救不了近火呀。你们坐镇黄桥，拥兵经验，近在咫尺，何为远水呀？如今的山东八路军逼近了严复，威胁了兴化，韩主席呢并不是没有后顾之忧，这一点嘛，副总指挥体谅才是啊。既不肯派兵增援，又不准放弃江州，蒋先生的用意何在，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广夏，你能不能请南京方面？这恐怕有些晚了。妈了个逼，好啊！你们这些王八蛋，在我刘玉空危难之时，一个见死不救，一个坐山观虎斗。我告诉你们，
如果实在逼得我无路可走，我打开城门投降新四军。老吴，把城门给我打开。大哥，还是冷静的考虑一下到南京去吧。啊，这是干什么？报告总指挥，我们在搬家。搬什么家？往哪儿搬？滚回去！哎呀，你老弟呀，你这是怎么搞？我临走以前，我再三的嘱咐你，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要小心。可是你们还是如此的轻敌，你看看这一烂摊子，这怎么办？这是。我实在是焦头烂额了，总指挥，为了保存苏鲁皖仅剩的这点实力啊，我建议总指挥暂时先把部队拉到南京去，等以后有机会再回来收复江州。沈义兄，兄弟建议把部队撤往兴化，然后在韩主席统一指挥之下，名正言顺回来收复江州。完全听从你的决定。到南京方面，这是个下下策，除非万不得已，我们不能够走此绝路。可是打下去的话，那不仅是江州难保，就连苏北也很难有我们立足之地。到兴化去，靠兴化。你想想，如果咱们江州一丢的话，那韩的琴他能由得你我弟兄做主吗？那总指挥，难道你真……这还仅仅是我们单方面的想法，至于新四军方面怎么样，现在还不知道。总指挥，中柱，这是孟司令给您的信。总指挥，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新四军待我们仁至义尽到如此程度，我们千万不能一物再物，为他人所利用了。为了苏鲁皖这点利益，我们应当立即悬崖勒马才是。只要我们不反攻，不打内战，他们马上就可以停止攻城。董主，你累了，该休息了。黄明光在哪里、啊、给押起来了。他妈的，把他干掉算了。回来，你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宰了你。这儿没你的事儿，下去。沈兴，哎，沈兴啊，蒋公回到兴化之后，务必婉言说明我们兄弟的苦衷，千万不要见怪啊！师兄，师兄，师，
人。委屈你喽，兄弟不在，部下诸多冒犯，还望黄主任要多多的原谅。为了抗战，我个人受点罪倒没什么，只是这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被破坏，倒是令人痛心呢。是啊，这督管玉坤没有主见，上了外人的当。当然，也是兄弟不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开江州。现在我后悔不已呀、啊，玉坤也是万分的惭愧，我们愿意当面向黄主任赔罪。玉坤，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必提了。只要我们重新和好，共同抗日，我们还是好朋友。一定，一定，一定。